十里左嘛嘛在对这一里嘛不安呐，家人呢伊嘛在对伊南回公路，伊嘛在巴萨阿兹达萨家人都走哒。路不准你进的暖呀嘛多，嘛阿里阿两个多喂喂都走。啥都做阿家人呢阿就难安，嘛嘛在一对做阿吉嘛人呢嘛不准做到大多，嘛阿里多喂喂嘛不是啊，都做家里不应的留账号多做，嘛在多顾客做伊嘛在里不应，伊做一做那嘛义务的嘛就多，来做家人都做啊。把这里嘎子断档，回公路那呀，路一步弯弄一间，对着木达把这里嘎子，这里那个一步弯弄好大多。那么乌达来做啊，家人马嘎的啊，叫有马人噻，那巴朗个子努巴马在间，哎呀，的嘛就。一座南回公路，家人对住啊，那边对待多啊，妈妈在一大屋一大人乡啊，家人都专门比得啦，咋为？这路这路呢，那个那一座 Vic Vic 那 Love 哎呀，一座啊，跟那他们那一座金石会带多，努力米达达咋为？这路中午都路上把这里嘛做阿赞来做啊 Vic Vic 哎呀，嘛都这路呢，那个就嘛都做。以前也没有巴掌，也没有石头，就整片的一片的沙滩，然后。没有像现在一样这样子，就是海浪已经靠这么近。回来看这片海滩啊，这片沙滩是的确近了很多，非常多，就快等于是海浪已经在我们的家门口一样了。哎，多把这里嘎吱嘎吱来做，叫人你南回公路，我们下达108年多做，买比那修炼啊，两嘛就那一杠来做啊，家里不应地留着好多。哎，最嘛在一段做，叫人那南回公路，努力没得达咋为？叫路那啷个来做？Vir vir，不嘛努，什么多50个咋为？哎，做阿达拉杰诺叫人都做不嘛嘛苦力，哎呀，的嘛就啊，伊不达。这几年来，海岸线的侵蚀可以说是非常的。明显了哦，所以在这里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哦，我们在公路总局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的措施没有？对。lawat tempat lah itu apa nampak lah itu tuh jalan tuh nampak tuh ulang men tuh hayang tak sih tuh tuh apa itu tuh kincu tuh seng-seng naya ulah itu tuh si pelak ni maju. 这里头所特别提到的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路段，当然是南新路段。南新跟多良。对，南新路段跟多良。那南新呢，有一系列的计划也都在持续的进行中，多良也是一样，也都有相关的一个计划在做，是。在来做啊，中午对做啊，月月啊，家人的暖呀，都做比暖呀，那个对做，马来西亚民族都做。在那个我就是阿达格兰，一年那我个也点嘛就来哇，屋里家人那我个那那都做，都是把老多妈妈在跟那那家人，麻烦的努，家人呢，我月月都做，爱点嘛就，第一就不让不家人。